到的荷塘征韵古筝班的这个由翟若贤老师所指导的荷塘乐坊啊，要为大家带来三首曲子。第一首是武术，武术是一首流行于中国地方杂耍卖艺的武艺歌曲，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轻松活泼，热热闹闹的，可以炒热现场的气氛啊！现在就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表演武术。一起合奏的，今天他们要表演两首，第一首是几多愁。几多愁呢，我相信在场的好多好朋友大概都有听过邓丽君所演唱的啊。这个是五代十国南唐李后主被北宋俘虏时所写的虞美人词，由民歌时期著名的作曲家谭健常来谱曲，1970年由邓丽君小姐把它唱红了。它是描述亡国之君、亡国之恨、国土更信、山河变色的感慨，请大家一起来观赏《几多愁》。
奏的是月光下的凤尾竹，这个是傣族的乐曲，他在描述傣族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卿卿我我，情歌呢喃，丝竹乐曲，快乐自在的景象，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月光下的凤尾竹。
凤尾竹啊，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古筝班翟老师所指导的这个班级，还有童文杰老师指导的这个快乐吹口琴，他们两个不同乐器的合奏啊，有不同的感觉。依我觉得啊，假如是在文化中心的演艺厅里面，或者是在这个月光高挂的这个空地里啊，相信你们的感觉又是不一样。